介紹的是這種 Elsa 書，這種 Elsa 書呢是呢可以教小朋友英文的，如果有些家長不懂英文就用入面那個東西，這個例如是這本書啦，我們就按它的公仔，Disney Frozen, Best Friend， 它就會說圖畫，之後呢你就呢打開書入面，然後看到這裡有星星，然後還在這個 Nest 用具，這個在這個裡面按，它就會說出來的了。然後例如這裡是呢這個叉叉呢，就按它這裡，它就會說出來，還會把名字呢叫出來的。